健康跟我来。现在我要邀请的这一位，我们可以叫她芋头妈妈，傅雨蓉师姐。师姐你好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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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啊，爱跟要打给公。大家好，有够高嘴的哦！哦，大家好，哦，是安怎叫你芋头妈妈呢？因为对芋头有研究，然后对芋头又很喜欢，然后还自己种芋头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怎么会这么爱种芋头啊？啊，爱生啊，爱生。哎呀，啊，是伫恁家哦？系啊，真的哦，在你家。哎，哇，这个真的让我们很好奇耶。啊不。有种地瓜叶啦，芋头啦，就是看有啥物当季的菜就种当季的菜。哦，好哇，恁家的菜园是偌阔？无偌阔，是白人的啦。啊，白人的啦，大家一起来种啦。别人的地，家己起来。好啦，啊，但是恁家家己嘛是有种啦，对吧？系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对芋头非常感兴趣。那我们哈，今麦就带大家来去看麦，看恁是安怎种芋头，好不好？安怎种？好，安怎种？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一起看啊。哦，我很喜欢跟这些绿色食材在一起，可以天天看到这有生命力的食材，然后吃起来又健康又美味。每天早上六点，傅雨蓉师姐就已经在菜园里忙着采收了。哎，可别误会，这里不是师姐自家的菜园，而是她工作的地方哦。前后差不多八年多。我们对种田也有兴趣呀，这个比较蛮适合我们的工作啊。然后老板人又很好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也很有弹性啊。有时候实际有活动，我们就可以跟老板讲一声，就可以去做实际。雨蓉师姐出生于彰化农家，从小就必须下田帮忙。对我们来说，农活是日晒雨淋很辛苦的工作，师姐却说她已经非常习惯这种生活了。而且她不只是工作，从事农业，在家里也经营了一片小天地哦。这边就是刚种的芋头，没有种很久，所以我现在来拔草，等一下要浇水。芋头照顾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说种下去，然后三四个月就要那个就看头啊，再淹土淹一次，然后那个头才会大。要平常不大需要照顾啊，就浇浇水啊，啊偶尔下个肥料。假日有空我就会来。师姐说种芋头开心刚，所以她就种了好大一片。盛产的时候就会送人结缘，而擅长料理的她。十年前投入此际做厨房香积之工时，就特别喜欢用这些新鲜无毒的蔬菜做好料的给大家吃呢。这个比较大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现采的芋头。啊，如果我们去市场要挑选芋头的话，就是把头切开来看，那个摸看看这个有没有粘性。若有粘性，就是代表这个芋头好吃。保存像这个采回来，你不要碰水哈，它就可以保存一两个月。OK， 如果没有地方放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切好，然后要炸也可以，不炸也可以，然后就摆冷冻库。摆冷冻库，你要煮的时候啊。等水滚了才摆进去，不然那个芋头会软掉。还是你要吃比较香的话，就是先把它炸起来，然后给它冷却，再摆冷冻库，这样也 OK。师姐果然是芋头达人，知道好多配方哦，而且她还会做许多芋头料理。这天，她就将芋头用半煎炸的方式，搭配炒香的香菇、豆包。甚至连米都炒过，把这个配料放下去炒，然后煮成热腾腾的芋头粥，真是香气逼人呐！除此之外，雨蓉师姐到底还会把芋头做出什么样的变化呢？
赶快来看看吧。丹丹，这是你家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很漂亮呢。嗯，原来我刚刚这个跟师姐聊天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芋头的品种很多哎，我以为就这样。然后我只知道有大芋头，还有小芋头，还有小芋头。但是讲起来，各式各样芋头都有哎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拎到这些剩什么芋头？高雄一号。这冰能心的，冰能心。哎哦，你讲冰能心的就知啦。好，高雄一号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呢，今天就是讲要用这个冰能心的煮什么料理？红粿条。哦，够扎比呢，对不？对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粿条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喽。红粿条材料有蓬莱米粉600克。糯米300克，芋头900克，豆包5片，香菇10朵。调味料有盐、胡椒粉、酱油各适量。好，我们看完了材料跟调味料，请问羽绒师姐，你现在先要处理哪一样？要切什么？现在就是剩下蚵啊，蚵啊，别削，爱削，唔免啦。唔免想，我阿唔免想，因为你拄啊已经有示范过了嘛吼，最好大家看得好啦。嘿，阿今嘛要处理多几项，要切什么菜？香菇。好，你来切2朵。好，切2朵。干香菇。嘿，干香菇。嗯，啊，其实这一定要干香菇才好吃，对不？嗯。再来切什么？豆包。豆包好，来，这也是要爱切切幼幼对不？嘿，我们切切细哦。是是，嘿，哦，够不？够啦，不够，好，好来，好。所以我们在问啊，在看芋头啊，嗯，芋头哈，这叫做槟榔心，槟榔心，嘿，嘿。那台湾的芋头种类是不是就嘴？就嘴种的。有什么？有什么的？什么米糊？米糊的较无好食。米糊的。米糊会松啦，但是袂香，不会香。所以每一种的迄个芋头吼，迄个口感拢是无同的，是。米糊人拢做芋冰迄种。做那个芋头冰哦。啊这，来，原来迄不是讲，这款的芋头是。做什么也可以，做甜的啊、冰的啦，那个菜呀、啊、火锅啊，不行哦、喔，还是要那个有分别。槟榔心的拢会用的哦，槟榔心的就是讲用途最大。火锅啊，嘿，煮火锅、煮什么拢会用的，还是做迄做那个蜜芋头哦，蜜芋头做甜点的，对对对，也可以哦。所以讲吼，那我们咱平常生香菇爆香，好好好。所以讲，咱伫菜市啊看到最多的都是槟榔心的，因为伊的用途是很广。嗯，哦，伊拄啊讲迄个做冰芋头冰的，拢是用米糊做较济。哦，还是口感是会松啊，但是无袂香，不会香。哦，没有，它无迄个芋头会香味，但是迄个口感松，嘿，足松的。啊，有的是 Q Q 的，对不？嘿。啊，有的是软，啊，有一点啊黏的，就是刚刚黏的，就是蚵仔较会松。啊。你要买芋头的时候来。哇！这尾巴给切一挂，啊，恁用手给摸，伊会安尼感觉黏黏、粉粉，迄蚵仔较好食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嘿。啊，我们去菜市场买的时候，就是啊、他会给我们切开来吗？对啊，伊会啊，他会切一点给你看呐、啊。同款是这槟榔心的吼，但是有的无，有的好食，有的嘛无好食。那个盐巴。嗯哼哼哼哼。好，还有酱油，好，就是爱放一点点胡椒，好。啊，我其实感觉有一种，我妈妈最爱食的是小芋头，哎，小芋头，小小的，小小的皮安尼薄薄安尼，洗好清洗，
伊用吹，用吹。那遐嘛是台湾的吗？对，迄款的。对啊，蛮讲台湾。啊，即马南仔擂茶。嗯。哦，我感觉迄款的食起来安尼有感觉 Q Q 的呢。较早的人拢用蒜头豆油。这样子安尼温温温来吃。哦，真的、哦。温来吃，嘿嘿。哦，迄款的小芋头是干嘛？当点心这样子。小芋头就是大芋头旁边长出来的啊？什么？不是另外一种哦？伊这种落去啊，哎、欸，伊会剥芋、剥芋、剥个小芋头。它会好这样种下去以后，它还会在旁边有那个小芋头。小的那个，你讲囡仔去问迄个导游讲的是，那就是这小芋头。哦，这发出来的小芋头。哦、还有那个黄花啊，那个梗也可以吃。对对啊，对，芋头的那个梗，哎、啊，对对对，那个我们那个也可以拿来做料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好，芋头其实是很棒的，它整株从根到那个黄花梗，一直到叶子，通通有用。叶子未吃的，但是会用呢，可以用包物件。啊，原来台湾的芋头。品种那么多，而且还、啊、而且各种的口感也都不一样、啊、哦。好，的认识芋头了。啊，今嘛这芋头底加，这芋头嘛被炒，芋头嘛是爱炒过呀。切丁，切丁去炒，差不多七分熟。七分熟，用炒的就可以了。小火给它炒。哦，你今嘛这是熟的哈。嘿，要放一点点啊。后代，这就是很传统的味道，对对对对。啊，有人吼，啊，今嘛要来调这粉了哈。嗯，来，很适合你哈。这是那个蓬莱米粉。蓬莱米粉。蓬莱米，吃饭的米。好，叫蓬莱米。蓬莱米。蓬莱米。好。蓬莱米。蓬莱米。蓬莱米。红来米一包啦吼，啊，就这糯米粉半包，好棒哦！这水嘛哈，嗯，啊，你也要用高汤也可以。啊，有人用高汤哦，这么讲究哦。可以，但是你吹的时阵火候嘛是有差嘞，怕你吹了火候无够，所以较定。哦，火，嘿，你火无够大，讲国语讲袂分，袂认账。啊，唔过就讲水，我拄我，你讲火，我想，哎，火啊，火无够咩啦？我俩在讲火不够，火无够咩？吹起来吼，火候不够，有无？袂晓讲啊，阿哥我好玩哦，啊，台语边哪讲？会不够美，对，会不够美。所以，哎、欸，你讲会个有不够美，我听有嘞。你讲火，听无。我都读书，讲语讲未标准。哎、欸，安尼较趣味啦，对吧？下讲的装卡囡仔就是安尼。安尼过嘴啊。好，这个很好玩。这嘛爱淋一点啊，迄落盐。好，淋一点啊。比较较袂胀气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很好玩。啊，你拄啊讲啊，迄个芋头哈，芋头诶，哦，迄个个花，迄个梗哈，是可以吃的吧？对不对？对。那但是那个叶子哈不能吃，但是用途很大。嗯，用来包物件。包物件，你得菜奇啊。对啊，那菜还是整个黄的菜奇亚铺在那个台面上，上面摆菜，对不？对。还有以前拢用那个包豆腐啊，豆腐也是，用那个芋头叶包一包，再用一个那个绳子麻绳来绑绑的呀，那都拎的。哎，它很环保啊。较早阮家嘛有种麻绳啊。哦，麻绳也是种的哦。用种的，是那黄麻。黄麻。不是长出来就变成马苏啊？那爱出力鬼。哎，那个好像还要搓，是不是？不是。对啊，要用机器这样把那个皮揪掉。皮揪掉，然后还要安尼
要晒干嘛，对不？要。哦，其实真的也是，也是很困难。但是问题是说，哎，你有感觉不？现在大行都嘛用塑胶袋包。对啊，不环保。不环保。如果我们可以回归到自然，芋头叶到处都是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们可以用芋头叶，尽量用芋头叶来用，它还可以回归大地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呀。但是，那上次有新闻报，啊，有人就给搞啊，他一头去爬山，都看到一个冰啊，有一个哦，好像芋头叶，他就把它砍下来包，他拿来包食吃的东西，中毒送医院。玻璃盖在不细呢，不然那个很毒哎。对啊，那个很毒。啊，乌啊叶未毒，但是你不懂的人感觉上长得很像。对啊，很像。你是毛不像呢？我，好像他那个姑婆芋哈，那叫做姑婆芋，较大叶啊，较大叶。嘿，姑婆芋较大叶。哎，芋头叶比较稍微窄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啊，好像现在叶子的表面嘛，不干嘿。不干嘿。有诶有毛，啊有诶唔捌看过，可能他真的不知道，以为他想说是用那个来做。好像我还看过小时候有小朋友啊，下雨天落雨天的时阵啊，都提起个芋头叶拿来当那个伞。系啊系啊，好注意哦哈，这样拿着这样当伞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回归自然，虽然刚刚讲到芋头叶是可以有很多的用途，但是千万千万千万不懂得不要给搞哈。哎，这到时候姑婆芋乱采来中毒你就麻烦，而且很麻烦，你手碰到你没有洗手，去拿食物吃也会中毒。中毒。好，这个你看揉一揉，这爱暖，包在里面揉一揉，暖噶那 Q Q， 嘿，暖愈久愈 Q。哦，所以讲你安尼暖较久都较 Q， 啊，有看到有人。用迄个龟册，对吧？龟册，龟册啊！啊，你即马无用，无用嘛是会动啊，会动，系啊，无用嘛是会动。好，因为没有用，无用的时阵吼，都是讲你暖较久，嘛是嘛是同款遐 Q 啊。啊，这拍摄师姐，这都是看你的技术，因为你技术较好，你就用暖的经验较丰富，所以你用暖的，嘛是同款的 Q， 对吧？系啊，嘛是同款。哦，好，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又来弄了一种叶子。月桃叶，这个乡下哈路边都有，对不？就嘴，那个花开起来，像那样一串下来，很漂亮的。月桃，然后这还有这个一种的香味，像胡椒吼，而且用这吹了，这香味也造出来。哎，你看这是不是很环保？这个要放在上面吗？对，要放在上面。哦，龟翘的意思就是就安尼做这样，两边翘翘。系啊，敢那月亮安尼翘翘安尼。我每次看人家做乌龟翘，我都感觉这样就好像去庙内底拜拜迄个神龟。神龟，好啊，既然神龟爱做呢，安尼家也当宝贝，有无？哦，可以做大的，也可以做小的。系啊，看你个人啦，你也爱食较大的，就做较大安尼啊。这你这个 size 是标准的，是不是？嘿啊，标准。一般是安尼。一般，哎，这来这顶管免抹油哦。免啦。哦，因为这咱这内面有油啊。安尼做好哈，是用吹啊。用吹。嘿。啊，要蒸多久？用冷绳吹。电锅不行吗？电锅也可以。也可以。好。要蒸20分钟，好。可是你蒸10分钟的时候要跟它开盖，为什么？因为一蒸笼，它有诶开啊，锅开爱互伊盛出来。哦，你啊看到这锅吹它10分钟，伊会膨起来嘛？哦，伊会膨起来，会膨起来。啊，咱家开挂，哎，搁家砍倒转。哦，啊，伊就安尼缩回去。那是无开关的，会安怎？无开关嘛，不要紧啦，吹起来会较歹安尼啦。你是讲吹出来会安尼破掉吗？还是？袂啦，会安尼较歹一点嘛，安尼啦。无水就对。系啊系啊。哦，真是会食的。会啦，同款拢嘛会食的。好啦，你出来咧试看卖啦。电锅嘛是爱开盖吗？会啊，是用家开一个较好啦。哦，等锅里头一下再盖，有滚起来了，有迄
烟雾拢清出来，啊，甲伊开起来，搁砍刀断，搁砍砍刀断。哦，这就是。啊，你啊做媽媽做红菇吼，红菇嘛是。做红菇你啊没有开盖吼，会规个拢流去，会这样平平的。哦哦。本来是遮细个，啊会变足大。变了大。嘿嘿嘿。变成，因为它都是黑龙糯米的，红菇是全部糯米去做的，所以伊啊开盖以后要关小一点的火。开盖之后还要把火调小，要看有蓬起来才会当开哦。大火来去吹，吹十分钟，十分钟开盖之后转小火。嘛袂用个伤细，中火，中火，转中火，然后再让它吹到线，也差不多十分钟，20分钟就拢总20分钟，嘿，哦，好，来给大家看，这都是吹好的，嘿，这款呢都算水的成品的，漂亮的，对不对？可以吃了哈，可以可以，哦，这是算恭喜漂亮的哦，好，大家是。是要食烧的，还是食凉的？凉较 Q 哦。那是食烧的，是较嫩。嘿，啊，就是爱较凉较 Q。嗯，很 Q， 很 Q， 很 Q， 真的很 Q， 很 Q。嗯，好，你看，看你做一个这个。这个芋头粿哈，我们就可以跟着你学到很好多好多的 people。谢谢啦，我们要谢谢你啦。在家里就平常都可以做。对呀，因为以前咱是用 A 嘛哈，以前无在混合做，是用的磨磨。嘿，啊，今嘛咱都方便嘛。你比例的话，就是一包蓬莱米粉，那的一包是600克，嗯。啊，加半包的煮米粉，煮米粉，嘿，安尼做起来都 Q 度会刚好，真的不愧是叫做芋头妈妈啦，哦，谢谢感恩啦，感恩师姐，感恩，我们就请大家自己在家做做看哦，哈。哦，龟壳做法是香菇切丝，豆包切丁，两者入锅炒香备用。芋头切块入锅炒香备用，蓬莱米粉、糯米粉混合，慢慢的加入开水，少许的盐搓揉成为粉团，再放入炒好的料一起拌匀，接着用适量捏成一小团，做成月亮形，然后移入蒸笼蒸约20分钟就可以了。